我也好想上场啊，凭什么？别想了，让阿豪自己玩玩得了。等你好久了，等你好。那个帽马上还你！什么？很遗憾，阿豪不是那种只靠天赋打球的莽夫。你那么简单，就差一点儿。当然，比天赋，他也是不可能输。打手犯规，两分有效，二加一，真是自取其辱啊！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输给他！再来，给球，再来！等徐恒上场，我们几乎就没有怎么得过分，段伯庭完全被压制。比分要被拉开了，邓旭豪了。废话，我已经输了。谁说你输了？要输也是我们一起输的呀。对啊，篮球是团体运动，又不是你一个人在打，这是两支球队的较量。对，我们都会在背后支持你。打起精神来，我们一起赢下比赛。干翻他们！一二三，进攻！你防不住我的。那就试试看。好快的速度，他刚才明明还在底下呢。走这边。罗曼。玩得漂亮，小浩。必须的。下半场还剩三分钟。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包夹！没关系，防的没问题，再来！
怎么想刚走进的队伍？防守，做好这次防守，还有机会。保持专注，比赛还没有结束，一分钟。江北腹终于有了一支还能看得过去的队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我刚刚转身那球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说什么？不怎么样。你胸中，你再说一遍。我不甘心，还是输了十七分，已经很棒了。太热血了，我今晚就回去家里挣钱。程峰没有被球队开除，他转去了别的学校，你在这里是找不到他的。等等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跟你们打？等你们能打进全国联赛再说吧。已经是历年来最小的分差了。嗯，你看比赛了？哎，你看到我留着纸条了？听人说话呀，看到了怎么不来啊？你要是来了，我们一定能赢。赢了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他们的替补罢了。那又怎样？下次在全国联赛碰上，我们一定能赢。别太天真。还有，我是不会加入球队的。为什么呀？我没必要跟你解释。另外说一句，你们是不可能在全国联赛上碰上金师傅的。他们是种子选手，只有打进分区淘汰赛才有可能碰上。在那之前，不如先想想怎么冲出预选赛吧。我这一拳，疼吗？疼。那还不赶紧去追分。